妈，吃饭。菜洗了。不是你把我内裤和袜子拿出来干什么？你平常都看不见他们，今天我就让你注意注意他们。脏内裤次次都倒出来了，臭袜子永远都在地上。我都给你讲过多少次了？多大点事儿至于吗？你知道我这样每天很累的。你怎么那么娇贵啊？就这点事儿你还做不好，你还嫌累？那我上班不更累？你知道我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唠叨没完，一天光叨叨叨叨叨，有完没完的？我是……哎呀，行了，别吵了。你赶紧回娘家去，让我俩好好清静清静。吹风机、牙膏、牙刷放回去。镜子、洗手台擦干净。乱七八糟的，你不嫌脏啊？垃圾倒一下。我上班快迟到了吗？倒个垃圾能费多少时间呢？都快着床了。哎，等等，垃圾袋掏一下。哎呀，臭袜子和鞋摆好了。饭碗放厨子里，锅和水池洗一洗，灶台上的油也擦干净，还有地上的菜叶。哎呦，胳膊累得抬不起来了都。这才一天你就累成这样，可你想过没有？肖瑞每天跟你后面收拾，你想过他有多累吗？哎，你上了厕所，这烟头就不能收拾一下吗？不，你顺手的事你干不就行了？凭什么每次都是我收拾啊？这家又不是我一个人的。没让你说话的功夫，你就干完了。人到人无可忍。痛到不敢承认，困得睁大眼睛。哎，回来了，快去看看。走的。哎，你这个袜子和鞋别乱扔啊！哎，不是你有完没完呢？让我上个班够辛苦的，回来给你叨叨叨叨叨个没完。故作冷静。故事是。哎。你也就能做个饭，你别说，你做这酱香香锅真不错，口感不辣，酱香味十足，简直比外面卖的还好吃呢。我啊，知道你不能吃辣，所以特意用了这个酱香香锅料包，用它做出来味道口感鲜香，好吃过瘾。他家还有一个麻辣味的，也很好吃，而且啊，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。对了，现在直播间搞活动，9.9元发三大包，超级划算。嗯，那真是又好吃又划算呢。哎，你待会儿把碗筷收拾了，我去晾个衣服。哎，你烦不烦人啊？知道使唤人。你就这样收拾的？不是，我都不是都干了吗？你怎么那么多事儿？儿子，家务都是那个看不下去的人去做的，你的这些坏习惯，凭空给小蕊增添了多少工作量？垃圾不会自己跳进垃圾桶。脏衣服也不会自己跑进洗衣机，浴室的镜子不会自己擦干净，家里的柴米油盐也不会永远用不完，那是你没有看见的，不等于永远没有做。可这些不都是小事吗？但这些没完没了的小事堆积起来是永远干不完的，那些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隐形家务，往往是最让人崩溃的。家是两个人的，相互分担才能过得长久。我和你爸就是因为这些小事才离的婚，我不想让你再走我的老路。哎呦，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不是说分摊家务吗？
哎呦，难得呀，挺干净的。对不起啊，老婆，之前啊是我不能体谅你，但以后啊，无论是隐形还是不隐形的家务，我们一起干，行不行？你看什么呢？我看这太阳啊，是不是打西边出来了？这大晚上哪有什么太阳？